我就是注意到，就是蛮多人对，我的音色，吉他用的音色是有兴趣的，所以这一集就来稍微讲解一下我使用的音色是什么。好，那我的电吉他是那个 PRS 的 Ten Top Single Cut，好，这把听说被告，好，不重点，啊，内壳跟球棒一样厚。跟 Gibson 的手感很像，弹起来蛮爽的。我都用这个练速弹。OK，好。那个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音色哈，就是我是用这个啦，Guitar Rig，NI 的一个产品，哦。然后我都用里面的 preset，我几乎都不调的，就我超废，我就是懒得调痛，我觉得打开就要撸一下，所以我都不调痛的，我顶多就是加个 EQ，然后我会把那个我会 low cut 一下，让声音就是不会那么的讨厌。好，那我就录一段给大家听一下我的音色好了。我都用 preset，超废的。那 preset 是什么？94 Rock Solo。好，你去买这款产品，好，里面就有了。好，那我就录一下哈，就录个五连音好了。咪瑞哆瑞哆西拉嗦拉嗦。那我们前面接个扫弦，好，就 E 麦嘛，好，我们就来录一下咯，录一下。好，有够脏的。所以呢，我的音色就大概是长这样。对，好，那就再给大家看一下喽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我很开心，有没有？好，吉他 rig，好，开心哈。好，先讲啊，我都不用盗版的，我是抵制盗版的，我所有东西都正版的。好，鼓励大家正版买起来。OK，好，拜拜。